滴滴摸摸就这么大，2000万都不行啊。黄匪啊，廖耀子，你看皮上全是裂啊，但是黄匪肯定有，这边有点血，看到没有，有点黑血。像这种皮上露黄色的地方，下面肯定他的黄匪是最好的。你看这边亚登也有点黄，但是绝对没有那边黄，只有这种露出来的像脱沙一样的这一条一条的料子裂太多了，没什么用。这个料多少钱？第二个料了，东子，300万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谢谢。怎么这么价格了？刚刚这么喜欢吗？2000万。那这个便宜了，老板。啊，滴滴摸摸就这么大，2000万都不行啊。这么呢，老板呀？2000万这么多一堆钱？我再看一下，我再看。杠味倒是好啊，这料子。这种料再看取货呀。随行吧，这种料子，两个长排倒是有了，4公分的厚度。再给你加200。那样的是。啊，那样的是。啊，行不行？那样的让我老板费不了没有嘛？2000万都是要封起来。那样的让老板。2200封嘛，你封起来问一下嘛。要了没事嘛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封起来，封起来。对，卖了你照拿过来。这个肉压了线，你拿开来的。OK， 两件吧。对。现在有的料子我们。当时谈不下来的是因为他做不了主，像这种料子他不知道这个料子能不能卖，他得封起来然后回去问一下老板，这个就是封料子。只有没有了，我给你拿钱，准备一杯来，我看到钱不够了，只有800万呢。你刚才说先拿800万给他，剩下的明天我提出来给他。谢谢，也背他那个，谁也背他那个，要要要，谁也背他那个。 OK OK， 可以 OK， 是吧，给你拿20万小费，你让他数一下啊。你来，你来，我拿啊，不不不，